期还是先配机再招试机，这是个问题。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论，应该是先招试机再配机，这样的话，它冲击管道的话里面是空的，有试机的，啊，是有试机的，对对对，是有试机。所以我刚才在停住了，我在想，我本来已经开着是开了机呢，嗯，所以说。啊，那我就说，本来我就说从我们机器是开机状态开始，好不好？不是，那你就先，你就是先开。啊，那我就说。先检查试机再开机，也是没问题的。对，那我就把这块解释一下吧，好吧？好。那个，我们现在开始吧。嗯。重新开始哈。如果我们的机器现在是处于这个关机状态，还有电脑处于关机状态的话，我们一般是先开始先检查我们的大容量试机屏和我们的废液桶。首先确保大容量试剂瓶里面的这些辅助试剂，然后它都是足够满足本次实验的。然后同时呢，我们的废液桶用上面的这个有害废液和下面的这个无害废液的废液桶都是可以，这个都是处理过的干净的一个废液桶。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机开电脑，开机的按钮，然后再打开电脑。打开电脑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这个程序的英雄软件，我们看到已经属于正常状态，处于联机状态。如果说我们是已经机器和电脑处于开机的状态，那我们就是在做实验前不需要进行一个开机，就需要只需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大容量试剂屏即可。然后当我们把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之后，就可以开始设计开始进行本次实验的操作。首先呢，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一抗试剂瓶、二抗试剂瓶、二抗试剂，然后同时呢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软件里对我们本次的实验进行一个程序的一个设置。首先呢，我们在第一个在拨片设置里面进行一个病例的一个添加。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一个编辑，可以是真实的这个医院的病人的一个医院的病例的住院号。当然了，如果有这个系统的话，它是会自动就是输出这个进行这个编号的。那我们这里呢，病例输入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病例之下进行一个今天进行实验操作的薄片的一个添加。然后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这个薄片进行一个编号。然后呢这里我们选择的都是测试组织，然后有三个试剂量，然后可以选择100微升、120微升、150微升，这个是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自由选择的。同时呢，我们在下面的染色程序里面呢，有这个免疫组化的染色，还有这个原位杂交的染色。那我们在这里呢，选择免疫组化。选择完之后，在染色方法里面，它有很多这种不同的染色的方法。常规的免疫组化呢，我们都选择是单染。其他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染色程序。然后标记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抗平时的话我们是要标记上我们的选择我们需要做实验的这个一抗的名称。染色程序呢，选择我们确定本次实验需要进行染色的程序。修复方式的话就选择每张切片这个每个样本它需要进行修复的一个方式，然后进行一个薄片的添加即可。